I think this is a very interesting conference because I should say good evening for someone, but good morning for others. I think this is a little like I want to talk about the Buddhist novels. For the six dynasties and the Tang dynasties, some people think the Buddhist novels is the recorder of the history. For the modern peoples, they think they are the fictions. So I talk about this history, but I think this Buddhist novels is a kind of history materials. The topic of my papers is wanted to show us the in the Tang Dynasty or before that, if a people became immortal, he must go to the heavenly quarters. But in the heaven, there are so many leaders, so many officials. If you do wrong things, you must be punished. So a lot of peopl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 dynasties, so many people didn't like go to the heaven. They wanted to still in the earth, even he became immortals because he can enjoy themselves in the earth. I think the Buddhist Pure Land is this kind of a very good truth for these people. 我简单说一下吧，因为我这个论文其实是一个考据性的论文，那个没有太多那个可讲的地方，因为那个如果大家能看到论文的话，应该比较清楚。 我可能是想讲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想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谈一谈这个问题，第二部分呢我是简单讲一下我这个论文的几个要点。第一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会议啊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它用一个就是文学，就是讨论在文学当中的宗教啊、仪式啊、它的宇宙观啊、空间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仅是一个材料的问题，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论的意义。 为什么说这有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呢？就在于就是我们对于就是六朝的笔记小说啊等等这些东西叫小说，这个观念是从五四以来，五四运动以新文化运动以来，西方带来的。就是中国传统上的这些东西被认为是一种历史的记录嘛。就比如六朝的干宝，他写《搜神记》的时候是为了这个足以发明神道之不污，他就要把这个事儿写下来。 说明这些我们现在看来神神怪怪的这些事儿都是真的，但是呢，这个我们一旦用了小说这个概念呢，这个小说这个概念其实从胡适开始，一直到特别是鲁迅先生写了《中国》，就是个小说史略啊等等这些东西，后来就把小说就当成一种虚构的东西了。但实际上中国古人不是这么看的，就是不光是六朝了，一直到。 唐宋元明都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道教当中大量的这种所谓的神魔小说，其实当时是被称为，比如说他对元帅的他的就是这些你一些道教的招降的这些人物的这个生平事迹，其实这个神谱等等，其实都是来自于小说的，并不是说他就是我们后来好像义和团运动就嘲笑他们说是好像说是把小说中的人物当成真的，就是吧，由猪八戒、由孙悟空等等，但实际上当时的人的观念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小说的就所谓的小说的功能，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跟我们现在的理解是非常不同的，所以这也在于我们运用史料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应该对古代的这些东西应该有一个同情的理解吧。 这个是我比较想说的这个东西，而且这个学术界，特别是海内外吧，学术界从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开始，都开始重视这些东西，然后那个把这些东西呢引入到我们，特别是宗教学的研究当中来，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带有方法论意义的东西，就是说我们把文学作品当中的这些内容，艺术作品当中的内容，其实是一种。 至少是一种宗教学、宗教史上的一种真实，这个呢是我就是讲一讲方法论，我觉得比较想讲的一个这篇文章想说的一个事情。这个我这篇文章呢，就是我总结了就是
几个要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也行，就是各位在座的学者呢多多批评指正。第一个那个我想说的要点呢，就是说在六朝开始吧，然后到唐，就是这个到隋唐吧，就是这个佛教的修行者呢，他特别是修行有成就的人呢，不属于这个死后不会归地府管理，就是不会到阴间去。这个其实就跟神仙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了，在于中国的这个信仰者来看，就是我们大量的这个就是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十世佛教之书了，或者用现代话说就是佛教的这些笔记小说，这些涉佛教类的这些当时的这些小说啊、传奇故事啊等等，有大量的内容。就比如你到了阴间以后，阴间的阎罗王就会说你受持这个比如某某经典，你生前念过佛，或你生前不是受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当得升天，何至于此，你怎么能到这儿，肯定是抓错了就把你放了，或者直接就到光明大舍去，就到很亮的地方去直接升天了等等。而且这个当事人也有这种观念，就比如宋高僧传里就讲到一个僧人叫熊俊，他到了地狱以后他就说我怎么能到地狱去呢，我要是如果我要是到了阎罗王这个地儿去，三世诸佛即成妄语矣，就说那些经典说的都是假的，佛说的都是假的了，因为我生前念过观经，就是那个一个净土的经典了，就是这个观无量寿经了，我曾经读过观无量寿经，虽然我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人，也做过好多坏事，但是我既然读过观无量寿经，那我就应该往，我就不可能到这个地归你地府，我就要上净土去等等。这些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在于即使不是中国不是佛教，就严格意义上的佛教徒吧，对于中国的宗教的这个信仰者来说的话，就是说其实是普遍接受的，就是佛教的僧人或者是这个有成就的修行者是等同于神仙一样的，就不会属于阴曹地府来管理。这个是当时通过这个小说我们能够看出是当时普遍接受的一种社会观念吧，就是这个是我想讲的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地仙和佛教的净土的观念，就是说如果佛刚才我们讲了这个佛教修行的有成就的人死后不归阴曹地府管，那他要去哪儿呢？这个其实就为这个净土的引入呢创造了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因为这个道教啊或者说中国传统信仰吧，有海外仙岛啊、仙山啊、福地洞天啊这种观念已经非常流行了，从汉末东就是到六朝，大量的文献石舟记啊、洞仙传等等这种地仙的典籍也很多。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说这个道教的地仙呢，他在这个名山仙岛到处云游，就是飘来飞来飞去，往来于这个自由往来于海岛仙山，这个实际上到南北朝的时候，就对于中国人接受十方净土，然后为这个佛教徒提供了很多选择，这是一个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模式。而这个思想模式当中，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以往的刚才我讲的这个天界啊，这个它有很大的一个缺陷，特别是六朝的这个士大夫，就是这个门阀士族兴起以后，皇权在衰落嘛，然后门阀士族兴起以后，总觉得在天庭的话，这个像葛洪的话说的话，天上哪有人间这么好啊，就天上的这个大仙很多，就是这个你这个不如在地上自在，因为大天上都有这个三公九曹，这个这个多少一个非常衙门化的一个官僚化的一个机构。那么这个那所以说葛洪这样的人就开始不愿意为这个仙官，就宁愿这个在这个名山上逍遥。这个地方的话，其实我们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献，就是知道林。知道林在这个阿弥陀佛这个相赞并序里头讲到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对我这篇文章非常重要，就是说他强调是什么呢，就是西方净土，就是佛经济西方有国，国民安养，安养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了。然后呢他最重要他讲了一句话，就是什么国无王制班爵之序，就是这个国家就是个阿弥陀佛净土里头没有这么多等级秩序，这个是他认为非常好的吸引人的地方。因为当时他那个知道林，我们都知道他读庄子讲逍遥啊等等，就是说当时佛教徒也认为这个很好，而且对于当时其他的中国人来说这个东西很有吸引力，就是说他不像你到天庭去千二百仙官，然后非常严格的等级秩序，在那儿动辄得咎，又罚计又罚算的，就很不舒服嘛，在那个地方。那么这样的话呢，
在这个净土当中的话，它有很大的优势，就是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它没有等级秩序，就或者没有严格的这种官僚的这种东西，是没有这些，这个是非常好的。那么我这个论文的第三点呢，就是要具体到这个，就是具体的这个母题或者这个故事的论述当中的话，其实就是佛教的很多的这种出现了大量的故事跟这个游仙窟啊，就是这个当时的我们一般认为是道教文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母题，就是说你走到一个山里去或者走到哪儿迷路了，然后就碰到一些神仙，然后把你带到这个神仙居住的地方待了几天，然后吃了什么珍奇野味啊，或者是见了很多好东西，然后来呢就把你放出来或者让你走了，走了以后你再也找不到这个地方，有点像桃花源一样的。这个是道教游仙窟非常常见的一个话题，那么在佛教当中也大量开始出现，就是说一个僧人走到一个地方碰见一个寺院，这个寺院非常好，上有家经舍，得道者居之，就是有非常好的佛寺，然后呢得道的居之，然后他再想去找这个佛寺就都找不到了。这个呢其实就是有点像这个凡人修行到一定程度能够见到神仙洞府，跟你这个以佛教修行到一定程度能够见到十方净土的某一个净土，这个就有点非常类似的一个情况。这样在这个大量的当时的这个小说当中会出现，或者说这一般的笔记小说当中会出现这种类似的情节。比如说比较有名的，我们随便举一个，就比如说这个佛图澄的这个故事，就是说白鹿山有个灵隐寺，传说是佛图澄建的时候呢，北齐的时候有一个沙门叫宝公，他去这个白鹿山的时候迷路了，然后就遇见了灵隐寺，然后这个到吃饭的时候赶斋的时候呢，这个来了很多僧人，都是飞来的，就从全国各地，这个当时其实就是全世界了，就是什么五天竺啊、岭南呀、豫北啊、冀北啊，然后陇右啊等等，就千里万里都赶过来，大家都在这个灵隐寺吃一顿斋，然后就都散了。然后一说这个是这个佛图澄法师造的，当年造的，这个里边都是贤圣所居，或沉或隐，这个但是呢一般人是找不到这个地方的。这种母题呢就会大量的开始出现，就跟游仙窟一样，就是这个道教的这个寻仙啊游仙的故事是非常类似的。当然在这个里头呢最有名的一个，而且最后是影响最大的，就是竹林寺，就是我想讲的这个论文第四个点。就是这个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大量的这种故事出来以后呢，像唐初的道宣呢就把它呢定义为可能是罗汉所居，就是说这个因为罗汉能够长久住世嘛，就然后能够罗汉说这个里边最重要的可能是不是这个是宾头炉啊，宾头炉大家都知道了，是在那个六朝一直到唐都是非常有重要影响的一个罗汉了。就斋堂中现在当时放弥勒佛了嘛，之前那个时候是放宾陀炉的嘛，长眉的这个形象。那么这个其实就开始就是开始这个佛教的学者就开始，或者正统的僧人就开始把它往正统教义上引导。那么这个从这个罗汉所居，唐初开始讲罗汉所居呢，到了唐中期以后呢，基本上就把它变成一个提高位置，变成一个菩萨所居的一个位置。就是其中这个故事很多了，我们就讲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唐代净土宗的，后来被后世称为这个净土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祖师，就是法照。法照的话，就是他那个大圣竹林寺的这个故事，大家可能都非常清楚了。他里边讲这个竹林寺，就是文殊和普贤两位菩萨住持的。这个竹林寺也是那个经常会在山里能听见仙乐呀、啊、就是梵呗啊，然后呢你也找不到这个地儿，偶尔能见到，然后能到里面去，但是你第二次呢又很难再见到，这么样的一个故事非常多的。当然后来是他们就这个法照自己在五台山又建了一个竹林寺，到现在五台山还有竹林寺，就是全国各地都有竹林寺。竹林寺本来是一个泛称的一个，后来就变得像刚才我们讲的灵隐寺也都是这样，后来就变成一个固定的一个寺院，然后沿袭下来了。然后他这个就大量的文献敦煌卷子，后来一直到那个元人入唐都会提到这些事情。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那个有意思的一个话题了啊，这个竹林寺碑啊等等我就不多讲了啊。最后我们小结一下的话，就是这个
原本儒家呢有视死如是生的这个死后观念，普通民众呢他的这个就是死后的这个冥界观念呢逐渐形成了，就是从汉末到六朝逐渐形成了高度官僚化的这个地府形态。但是随着这个佛教的入华，道教这个地仙观念的影响吧，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因果报应啊，超拔思想，宗教的这个思想开始打破冥界的这个官僚一统天下的这个体系，而且认为这个东西是有很大的这个危，就是不好的地方，就是那个需要打破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与此同时，道教的逍遥自在的地仙呢，和佛教的十方净土观念呢，相互影响，逐渐的在死后世界的体制外建立了一块飞地。当然这个飞地其实就是净土，后来就是固定化为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了，为中国人死后的去向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汉唐呢是中国人死后世界信仰观念确立的一个时期，那么佛道教的地府超拔和净土的逐渐成熟呢，成为正统的儒家的这个生死观的一个重要补充呢，在民间有着一个非常深广的一个影响啊。这个呢就是我主要想报告给大家，也请大家那个批评指正啊，谢谢。